下面请您欣赏群口相声《八马褂》，表演者王湘怡、冯兆阳、杨鹤通，有请。谢谢，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。我以为我们仨人上来，您各位停电了。给您各位换换形式，嗯，啊，您看这服装，包括看这阵容呢，也看得出来怎么样？仨人肯定呢要比俩人要热闹，挣的钱也多。那当然了，啊，我认为呢，仨人上台，您的掌声应当更热烈一点。哎嘿，哎，终于有俩女的观众了。谢谢啊，这个仨人上来呢就不能说那种啊就是俗中透俗艳中透艳的节目。哎，这里还有艳的，有讨厌的艳。哦，那每场都是，每场都是干嘛呀？换有什么下一批，下一批后边没人了。你去过什么地方？观众太复杂了，他去过那种地方，他买100个票，就是因为去那地方没钱了，只能买100。啊，不聊观众啊，你怎么知道去完那儿就没钱了？咱一块儿去的吗？是吗？我他带着去的吗？破案了，不玩笑啊，比我们还惨，不玩笑。仨人上来呢，您各位可能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隆重的做个自我介绍。应该的，我叫王湘怡。好啊，谢谢啊，想喊就喊出来啊。好，嘿，谢谢啊啊，像这种这虚假的繁荣不要脸啊。王湘怡，站在王湘怡旁边呢是冯兆阳。好。站在冯兆阳旁边呢，叫王湘怡。我们仨人呢，给您说一个啊，群口相声。哎，这还一个呢。你吃蛤蟆了是吗？你说挺像。是不是？不是没介绍我呢，你说。您名声在外，哎，今天晚上有多少人不认识您呢？一提您的名字，可以说掌声四起。是吗？你叫什么？哎，就是不知道。姐知道。你随便说一个，观众都能不知道，这叫屁。嗯啊，好。我第一次看见实体的屁，头发都崩没了。这是德云社的杨主任杨鹤通。哎，好。这这两位都是我的师哥啊，跟师哥在一块呢，我认为我得全方位展示一下自己。那应该的。刚才呢，那个节目是唱，对，我认为他们唱的比较一般。好，我给您各位唱一段，您各位欢迎吗？欢迎。今天晚上您听我这票钱就值了啊！我是德云小夜莺。哟，我是德云小夜狐。那您呢？大夜壶，大夜壶。他还唱，你唱什么？你问问他，你问问他，他唱什么？你唱什么呀？流行歌曲啊，歌曲啊，那叫歌曲，流行歌曲。就你听这路话，他还唱流行歌曲，他就会仨啊啊，他就会仨，三秃腿仨，他就会仨。他说你就会三段，王三桶吗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他说的。他知道什么呀？他知道什么呀？会仨只不过是我给他展示过仨。哦，咱会的太多了，一肚子鼓鼓囊囊没别的，这是都是歌曲，都是歌曲，都是歌曲，歌曲，嗯，歌曲走道地上的钱不敢捡，为什么？一弯腰扑嚓就拉了。流出一首歌来，谁让我还留着扑嚓扑嚓的？相声词嘛，相声词不能在这种相声舞台上出现这种相声词。相声舞台不说相声词，说什么词？扑嚓，大扑嚓，会的太多了，而且呢，有很多自己的原创。哦，还有原创的？哎，我自己个儿写的歌。您这是？您在外边？您在刚刚
前面那词儿，鸡鸡梗。您再来一遍，鸡鸡梗。那叫自己梗。对，鸡鸡梗。听听他这个嘴，他应该会不少。就这种语言，你这他能会几个鸡鸡梗？还练过饶舌，写了很多歌。啊，我时尚的宠儿。现在时尚的宠儿。对。怎么就来个这么个词儿呢？你现在大伙儿比较熟知的，叫嘻哈 ，yo yo yo yo， 甜蜜蜜 ，yo yo， 甜蜜，这玩意儿一个了啊，啊，这就是一个了，还俩啊，你注意，还啊，我这是唱吗？你这是放。我给大伙儿简单的，我说露一露，就这种节奏，这种旋律，咱们会。行，这算0.5，还0.5，大学毕业就算账，真的啊！虽说主任见多识广，但是我往这一站，我一张嘴，你就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。你跟他们班一个口吻，嗯，咱们一个口吻呢，你确实猜不上来。你的夜壶也该刷了，嗯，别说了，我这你说夜壶别摸我的嘛。我怎么感觉我深受其害？这你唱一个，你唱你的。他说你就会唱，你唱。国外的歌剧的号啊。哦。穿上这身衣服也特别适合。我也好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那样美丽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家长，你得培养培养他，知道吗？我认为他这个也多算0.5呗。我词儿一般，刚才那个0.5是掰的，一个。啊，确实算0.5，词儿都唱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混儿塌，知道吗？怎么样？我不会折这么惨。哎呀，对，有没有他这就泥透了？正经来一个现代摇滚的。摇滚的，各位爱听摇滚吗？爱。来一个。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再别说难听了啊。哪有调儿？你愣听出来跑调？噗噗噗，还有调儿呢，这跟你那噗丝是一样的。哎，唱一个。哎哎，你们这样有意思吗？好呀，好不是？哎，你现在算0.75了啊！再唱一句，这歌就唱完了。没想到一首歌，哎，人切了三个片段。行行行，不拿点压箱底儿的拿不住你。你还有压箱底？我唱一首歌，你就不知道出处。出处知道吗？你都没有听过。你来。丢啊丢啊丢手绢儿，轻轻地放在。你先等会儿。现在你们还唱这个吗？都不怎么唱。你人家都不怎么唱啊。十岁的孩子都不唱吗？不怎么唱搁一边，你说我幼稚。十岁的小孩说我幼稚。行，我以后我再也不说我12了。你看穿了。行，我今天没法玩了啊。哎，本来我是带着满腔的热血，我今天给大伙儿来个试听盛宴。没想到啊，一上台都是啊各种坎坷，各种垮，而且你们俩也是。你还信他？我怎么？我这一直踢着你说话，那小孩说我一直都没搭理他。我再搭理他，你那满腔热血直接就喷台上了。废话，我逗哏，你搭理他干什么？所以我没搭理他，我一直搭理你呢，对不对？那我唱一个，你怎么说0.5啊？你唱错词儿了吗？上跑着说，哎呦，唱的真好啊！你这么说呀？哎呦，唱的真好啊！你再往这边抬我脚了，你长这么大脚了你？我一直捧着你，我都没理他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我俩关系多好呢？我这不一直捧着。
倍儿脏啊！你是人还倍儿脏，还倍儿脏。就会仨，你这唱现在唱几个了？1.75，你还有1.25的机会。这个唱出来就1.25，我震惊四座。桃叶儿尖上尖，这他娘叫歌啊！你管这叫歌？我就会到这儿了。你见过这么点的歌行吗？你说这位叫？我不是你这怎么也称不上歌啊，这顶多称个小曲儿，你不唱歌杆曲吗？这杆呢能唱不就行了吗？你刚才说捧着聊啊，捧着聊真不错，你比他唱得好，你比他还虚伪。真的没想到两位哥哥上来没有说一个帮我的，我说我能唱，好呀爸爸您能唱什么呀？您能唱什么呀？你现在失去了最后一个朋友，哪儿我就来个爸爸就行行行，你俩儿你看别的色儿就看着就一样是吧？你还能看着我们色儿一样吗？他是个色狼，别说了。行，还是你俩说，这场节目交给你俩，行吗？我走，别我走，我可以啊。我跟你聊天了吗？我要是你，我就把他这张票现在给他退了。不行，我的演出费不一定抵得上您票。真是，你俩演，我走。哦，现在我就走。一会儿呢，我出门，我扫辆自行车，我就走了。啊，以后朋友们再想见我，可能见不着了。拜拜。哎，咋给你整那么阴森？不是，拜拜。你拜拜那种感觉、啊。行，那个今天就今天了啊，拜拜。啊。遗憾换成对口相声，稍微有个人挽留我一下也行啊。我就假装我要走，是吧？就挽留我一块儿，你我就不是你给我面子，哎，我这好下去，哎哎。下去吧。你先走。哎，这就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今儿还演不演了？不演了，不演了，完了，这就走了，走了。就听他们的话就不演了，还不演？我在这儿感觉特别热，一会儿我出门，我到狮子林桥那儿，我冬泳去。您还夜游？哎，对了。哦，行，这明儿还来吗？明儿不来了。以后呢？以后不来了，这咱再也不见面了。哎，再也不见，从此咱就切断人生路了，彻底拜拜。好，哎，你们俩好好说。我快，哎，不是，先等会儿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哎哎，别等会儿，别别，哎，快，等会儿。你干什么？等会儿，我还是个孩子呢，哪来块200多斤胖上来扒人衣服？你问价了吗？问价，这是另外的价。老外城里吃西瓜都不问价，怎么傻了？你他走走呗，他是他走走，他怎么管他呢？我那你干嘛不让人走啊？他走他死去不管着吗？哎，别这死了还得回混的，不是。他那马褂儿，瞧见了吗？嗯，那马褂儿，我的啊！你出生时候穿的？不是三年级，那他是12。啊，对，哦，这马褂是你的，我的。啊，那你等一下，等会儿别着急，犯不上动武。哎，怎么了？小朋友，不是你不是你是，我问一下，您这马褂儿谁的呀？您看着也好看啊，是不？人家配合就这样，这黄金分割呀，1.618，显得人黑往那一站，1.9。哦，你哪儿有黑黄？你说你身高的，黄金分割。我问你，这马褂是谁的？是不是特合适？是合适，看着好看就行。哈哈哈哈你别挨饿揍啊！我问你马褂是谁的？你跟我来个什么黄金分割率这些干嘛的？谁的？谁的？人家的，人家的给人家，这凭什么？人家东西不给人家的，我给他，他弄脏了怎么办呢？他吃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最近吃素了。那吃素，人家马褂你不给？不行不行，虽然是他的，但是我不能给他。为什么？我穿这件对他来说有好处。你早说这句话我不来。哎，我可问了。啊，人家说了，
他瞧你这件马褂对你有好处，他给我钱了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你给人家钱了？太俗了，俩人过关系一提就是钱呢。啊，比钱好处要大。有这个东西吗？你没见过是吗？他说比给钱的好处还要大，这叫人话吗？还有比钱的好处还好处呢？我大点声答答，你这句话也有好处。不是，还有比给钱的好处还好处呢？反正确实不好处啊，确实比有钱，不是那不说了，确实比给钱的好处还有好处。人家说确实有比给钱的好处还有好处，我就不明白，还有比有钱，你就问他什么？这你都说错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东西比钱还好？这个事情是这样，你说这个马褂呢，我不是跟他借。哦啊，我是跟他媳妇儿借的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呢，马上跨年了嘛，啊对对对，我们一帮朋友呢，说邀请我一块儿去蹦迪，必须穿着马褂。哦，嗯，这什么剧还得穿马褂蹦啊？欧斯库死亡摇滚，你这就是僵尸迪是吧？就要那个氛围嘛。啊，但是我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哎，我一想他有，啊对，我上他家借去。嗯，啊，啪啪啪一打门呢。大门里边出来一个人，谁？我一瞧不是外人，这个是他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哦，问他呢，说他没在家。嗯，然后我就进去了。我说，进去不用那么猥琐，打个招呼就行了。下手大方，我就厉害。嫂子看见我也高兴啊。讨厌，才来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说嫂子，你别这样啊，这叫年轻冲动，知道吗？你都是粉丝的习惯，不是吗？你的习惯。我说这样，我呢，有件事啊，我需要借杨主任的一件马褂啊，借衣服。嫂子说这不叫事啊，咱家有啊，我给你拿去。嗯，一会儿工拿过来给我，我接过来刚要走，嫂子一把给我攥住了。嗯，别走啊，有件事你得帮帮我。你等会儿，咱说的时候说就可以了。他就这样，你看我想了好多片段。没听，有事就行了。啊，对，你说吧，咱年轻力壮的是吧？我能够满足他。你说有事，你说帮忙的那会儿我都可以，可以干活了啊。我什么事啊？是这样啊。嗯。现在杨少通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出门聊天啊，说话招三不招两，云山雾罩，前言不搭后语。有时候说话的让人问住了，他的回答不上来，回家跟我急着白脸。你说我女孩子家家的，我整天受他挤兑，我也不太好受。你呢，你是大学生啊，你呢文采比较好，你呢出门跟他在一块儿，他再有这个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的时候呢，你帮他往源泉上输，他高兴回来之后不生气，我也高兴，我们越过越好。您说我穿马褂是不是对他有好处？您要这么说还确实有好，你看看这我就明白了。哎，等等，哎，我问清楚了。嗯，人家确实说了有比这给钱还好的好处。好处在哪儿呢？说您现在呀，接着这件衣服他不是从您手里接，嗯，是从您家里在您爱人手里接。那不重要啊，人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临走的时候您爱人把他拉住了，嗯，那个表情我就不给您学了。没事，我想象。说您现在呀，说话呀，招三不招两，云山雾罩，在外边跟人说话聊天，可能说到一半就被人问住了。这马褂借给他，就是让你在外头被人问住的时候，他帮你往源泉上说。所以说，穿您这件马褂比给钱的好处还要好。这是他说的，他说的，我跟他聊。哎，您聊。哎。哎哎哎！什么你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被欺负惯了，没被这款欺负过。该走不走了？待会儿也行，待会儿也行啊。哎，你不要了，这把罐儿什么时候给我？二十年之后。多少？二十年之后啊？不成。你这穿，包括这，你这，你穿一个月。别，一个半月。一个半月不行，不行，一个半月正好，不，四十天，对，45天，那不就是一个半月？不行，我就顶多35天，37天，2月2号你就送你家去，2月3号，
二月二号中午12点我送去，你再吃我一顿是吧？不成啊，不成，夜里3点，有夜里送马褂的吗？我那会儿没睡，我甭废话，上午10点我送，是11点吧？10点40，10点10分，10点半，10点1刻，10点20，10点16，10点17，10点16，10点19:30，他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吧？你再一点穿，这都起跳点了。对，我这还能干点呢。好家伙，俩人这马褂都已经刨到筋骨上了。行，这就明白了。哎，我无所谓，其实你这让他穿着我也无所谓。这样的衣服，这马褂你还没要吗？家里有的是啊，这少说有个300-500件。你们家300-500件？对对，他们就说我说话云山雾罩了，招三不招两了的，那都是他们听不懂。因为什么？我这人说话呀。我这说有学问，人各位看得出来啊，从这发型上啊，大家应该能感觉到我这个人比较有学问啊，所以我这个人说话比较高深，有时候他听不懂，是不是？是。而且我这个人生活的比较有品质啊，就像这样的马褂，我从小学20年级开始啊，有个300-500件，您要穿随时拿去啊。不，什么颜色都有啊。我看您颜色适合大海的，您来很少用。啊，我知道您有学问啊，有的人社的主任，所有的学员来给您来过年。对，我人也比较追求生活的品质。那倒是，天凉一点咱奔南方，嗯啊，天这哪儿舒服咱去哪儿。前两天，的雪下多大呀？那不小，这京津雪太大了。后来我就回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个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是度假的买了那个小房。还买个小房专门度假用，哎，对，酒泉，哪儿？酒泉哪儿？酒泉，你发射火箭，卫星发射基地的，哎，对，我就在基地的旁边建了一个我自己的基地，地中地，你无所谓怎么理解吧，就是中间为什么那人少，我人比较喜欢安静啊，我也比较喜欢安静，我一看天下着雪太大太冷了，这个北京天津。我上我那小基地，我上那儿待会儿。哦，那儿暖和啊。对，最近那儿也不发射卫星，是吧？哎，安静。我上那儿待两天。这头天到那儿，收拾。怎么跟您介绍呢？房子不大啊，找不大，房子就是2000米的一个小别墅。你家门2000米叫小别墅啊？小别墅不大啊，在那地方是算小啊。人家比小别墅，收拾，赶紧睡。第二天这出去万一转转呢，啊，上哪玩玩去？没有人，就捡点残骸呗，走一走吧，运动。哎，看见好，哎，我就睡了。可坏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夜里的风太大，这风呜的呀，是我在宿舍都听到。啊，风太大了，好家伙的，刮了一宿。第二天早起来，我开门一看，可坏了。怎么的？我们家这口井，喝水的井，给刮到墙外边去了。这风太大了。你等会儿，我前面咱不提了啊。你们家在这自己盖了个小别墅，对，然后自己打了一口井，对，因为我爱喝这个井水。是，然后刮风啊，风太大，把这个井刮到这墙外去了。对。哎呦，太大了这风！您这么胡说八道，不怎么你还不信呢？当然不信了，他这事儿有人知道，谁知道？那他就知道啊。他寂寞。这事他知道。对呀、啊。你别走啊！我不走，我得站住。我不跑，我来。您听吗？我是管他媳妇儿去。我之所以，我知道。现在这媳妇儿啊，我现在有个问题要问问你。您说，有一个人啊。嫌弃的这两天呀，京津下雪太大了哦，好像找一个就喜欢安静，然后于是呢，在酒泉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卫星发射基地呢，在那旁边自己就盖了个小基地，啊，就是2000平米的别墅，对，然后呢，自己喜欢喝这个井水，他就自己挖了一口井，哦，自个儿打的井，但是没想到那个地方风太大，多大呀？夜里刮风最大的时候，把这口井刮到了墙外头。咱一直说不许带酒上台，你喝了多少啊？我喝胡说八道，他说了算。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十二天，你说什么12天？这个你甭管说，我刚才我说井刮墙外这事儿你不知道，你先等会儿。
哦，这井刮墙外边这句话是他说的？没有，有。有，还有这事儿？那当然有了，你看看。那我愿闻其详。哎呀，他这个事情他是这样的啊，跟你说，他这个是什么话题？井刮风把井刮到墙外了，井刮到墙外了。啊，对，他这个事情呢，他不是现在的事情，他是从前的事情。梦里的事情。他从前怎么说了？就是前几天，前几天叫从前了，对吧？哦，不是今天就都叫从前。对了，从前那个叫过去。过去从前，从前过去，于是乎，否则然而，说了半天，为了包西，这个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？他不是很明白。哎呦，我说这么多字你没明白呀？你字儿多管用，你给我解释井为什么能刮到墙外头去？他这个事情太好解释了，你解释啊？我亲眼得见呢。啊，亲眼得见。他是因为什么呀？啊，他是这个东西，你看那个井刮到墙外头，对，让你乍一听呢，他有点奇怪。不是乍一听，怎么听都奇怪。对呀，对，你看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那倒是，很多事情你第一次听，呵，那怎么会这么奇怪呢？但是你细琢磨，哎，你琢磨明白了，怎么你就告诉我？我告诉你呀，不是我是你要跟我解释的，我说给你听嘛。对呀，他这个事情啊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？井刮在墙外边，他是这个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。那位说哪个小孩没有娘？朋友，您这个历史学的不太好，很多小孩都没有娘。从此打三岁呢，他就是个孤儿啊。然后还有诸葛亮，还有这个外国的那个，哎，我没问哪个小孩没娘。我问你，这井怎么刮到了墙外头？哎，不，你还记得吗？有。废话，我站着干嘛呢？那当然，我得解释给您听了。你解释啊。井刮到墙外边，刮到，你看，你注意这个字了吗？刮到，证明有风啊。这说了，风很大呀。风很大，几级风？一二级那叫大风吗？那是十好几级的大风啊！十好几级，连房子都能刮倒了，何况一口井？你别走，我听你啊，回来。甭管十几级、十级以上，咱都算台风了啊。那井是镶在地底下的，它再大的风，它能把房子刮倒，它不能把井刮飘起来让我出去啊。哦，井在地上呢，多新鲜呢！嗨，哎呦啊，我这个物理学的不太好，收入零。井是在地上的，在地下。地上对了，对了，你以为大井吗？啊，不是小井，小井是刮，小井水少啊，啊，水少压不住，风一大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了，这个解释不太对。这孩子，你听了吗？你认为他说的对吗？因为那井小，我摇头了。弟弟，他是教授是吗？你我是人孩子，你都骗不了，你骗我呢？他这个井，那是肯定还是有。他再小，他也在地底下的，这个井。井对吗？井刮到墙外，井，哦，吓我一跳啊！干什么呢？谁吓谁一跳？这突然下去了，这废话哪儿就来这么一下子，吓我这一跳。我想明白了，他呢最近啊，他呢学了一门外语，啊，唐山话，他呢喜欢。那唐山话叫外语啊？刚才我都说了半天了，那不叫外语啊，是这个方言。方言。他呢最近迷恋那个方言，唐山话嘛。哎，最近呢说的唐山话，咋的呀？不是干什么去？啊，这是这不是他在他那个别墅啊，这个叫什么酒泉？啊，对，酒泉，酒泉在那个含笑小区，在那个小区死那儿了，含笑酒泉。不是，他是怎么就是这个小区里边，他晚上睡不着啊，睡不着晚上，他这个哎呀，外边刮的风太纳闷啊，那学语言，哎，他是什么？他第二天他出门一看，呜，哎呦，第二天坏了，第二天起井。哈哈哈哈哈！静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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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井刮风刮墙外边去了。他这墙上井刮风，这井其实不是说那个墙，那个井刮到墙外边了，
他说静五华红，他说这个地儿怎么静五华红呢？啊，好，哎呦，这一说我就明白了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话不穿不透，不敢怒不敢看不露，对，大锅不打一辈子不露，是是，说我懂了，明白了，哎，我懂了啊。人家说你啊，最近迷上一个方言，迷上那个就是唐山话。早上出去一看呢，看这风刮的特别大，你当时比较感叹的喊了一句：“这井刮风，是井刮风，不是刮井刮墙外头，这么回事吧？”你爸爸的薛之谦，跟我薛之谦跟唐山话有什么关系？这他说的嘛，不是那方言，不是口外人，你井井刮风，那不是井刮风，那是那井喝水那口井，喝水你汤钱吗？哎，这个井刮到墙外边去，墙什么墙？你确定是这个井刮的墙？井墙墙卧刮卧外边去了，卧。那我不懂，就是喝水的那口井刮到墙外的，对，跟井刮风没关系。人说的就是喝水的这口井刮到墙的外头了，没有方言，没有那个井刮风。我解释的这么好，没有通过。他，你听我说话，快点说，我是亲眼得见的。这亲眼。他这个井，他这个不是风的事，不是井的事，墙的事，墙的事，我墙的事。你以为什么墙啊？什么墙？还钢筋铁墙。上面搬四个炮楼？不是啊，钢筋铁墙四个炮楼，不是那被压在那儿的，不是那个，他也不是那个砖砌的那个砖墙，那是什么墙？他是那个篱笆墙。哦，篱笆墙，篱笆。他买了个别墅啊，嗯，这讲究田园风格，种的篱笆，栽的篱笆，就全是田园风格。对，含笑嘛，含笑。弄那个篱笆墙，但是他呢，不要求别人帮忙，啊，他要亲力亲为。怎么样？但你想他自己弄吧，嗯，你想他有弯不下去腰啊，嗯，是吧？拿那个篱笆墙那棍儿，秸秆儿，他弯不下去腰，所以呢，他差的就是浅，哦，对吧？没那么深，赶上那天也不暖和，那么寸，来了一股大风，风一大呀，呜，他底下没扎那么深啊，风一大，呜，把这个院子呢就吹到外边去了，把这个。墙篱笆墙就吹到院子里了，把篱笆墙吹到院子里边，把那股井就让出来了，你明白了吗？好，哦，我明白了。我还有一句呢，就是说他把那个墙刮到院里，把井让出来，从咱的视觉来说，是不是把井刮到墙院外这儿了？是是。这说话不敢看。可以，哎，可以，穿一年，你这会累死我是吧？不，穿一年，你喝奶就注意点，穿一年，我再聊，差不多行了，再聊。您明白了吧？明白，等于是把那个墙扎的也不深，这风一大的把这墙给兜起来，把井给让到外边，是如同说是把这井刮到墙外边是一样的。你说你站这头多好！哎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才这么说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，我这人说话爱抄劲儿，你爱抄劲儿，他可绕远了。还好我这没关系，我一看这行，没事，不就扎的不深吗？自己是不行，找人扎。带动对，找点人，让他们扎着，我出去溜溜。哎，我有一小宠物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宠物？大白马。大白马。哎，我这人喜欢赛马，跟你师傅一样。你师傅不喜欢小矮马吗？哎，我喜欢大白马。嗯，香港赛马会知道吗？啊，就你师傅弄的青马，我知道。年轻马，可能跟人学的，知道吧？哦，这都我给他领上的道。我说那个于老师，那个香港那个大赛马，您看看那个棒。哎，他才喜欢这年轻马。我在那个哎。香港的赛马会买这马太好，怎么白雪白雪来的？哦，白马子，一根黑毛没有。嚯，大，鼻子尾高八尺，头着尾长丈二。哟，就这大白马就精神，站那就站那，哎，呵，精神。你学学那毛。哈哈哈哈哈。怎么了？提起这马我就难过。难过什么呀？就我这么爱的这么匹马。调查完李淹死。哎呦，我的大白马！我认为你这伤心不值当的，你肯定没错。我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不是难免的。大白马啊，
上岸。对，大白马掉茶碗里头淹死。对，那怎么可能胡说八道？你看你又不信。那当然不信，有人知道，谁知道？他就知道。对呀，这他知道，他知道啊。你这咱们知道，哎。他是因为啊，把那个墙刮的。我不问那个了，请上。我明白了，我懂，你解释非常好，是吧？现在我又有一个课题不明白。您说，就是马知道吗？马是个 horse 吗？horse， 啊，甭管那些别的讲究，马马大白马，哦 ，white horse， 对对对，从 horse 上去。horse， 有口音。哦哦，不带英文的。大白马提着背刀把这头上的大白马掉在茶碗里淹死了。你没睡醒呢？胡说八道吗？这不是？怎么醒醒？要了车了，脱了灯。哎哎，一年一年。废话，跟我说呢，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，你不知道？您先等会儿。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，这话是他说的？没有。有。你听听。开始了，亲眼得见吧。就你这个眼睛，给你惹了多少祸呀？我亲眼得见嘛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吧，是吧？他这个东西呢，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对吧？你乍一听呢，有点神奇，但是你细琢磨，我不想琢磨。您最好节省点时间。行，大白马，他是跟你师傅一块儿去看的。哎，甭管跟谁去看，在香港看的。你写的。他是大白，朋友们，不是中国马。嗯。外国马，外国马神奇呀、啊，是吧？啊。掉茶碗里淹死。外国马掉茶碗里就能死。不是，外国马它神奇，它说大就大。说小就小。这不是淹死。你自己信吧。马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不是他这个马掉茶碗里淹死了，我给你解释他是为什么啊？他这个马特漂亮，是浑身雪白，对对对，一根杂毛没有，嗯啊，头是美，长着二，体质背长着二，这正方形的呀，体质背高八尺，头至尾长丈二，大白马，大白马，他是看为啥？哎呀，我不解释你是这辈子明白不？那当然了，对吧？他是为什么？他茶碗呢？茶碗啊，茶碗，你以为这个茶碗不是那个茶碗啊？哦，大茶碗，对对，大茶碗，大呀，马估计掉里边淹死。嗨、哎，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哎哎哎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怎么着？是掉茶碗里淹死啊？对，但不是咱喝他那小茶碗，嗯，是那个大茶碗，他比那马还大，那叫茶碗，但是把我淹死了，对吧？喝是澡堂子。洗澡的池子是能淹死吗？他端着喝得了茶吗？小茶碗儿，懂吗？小茶碗儿，哎，小茶碗儿，你确定就是这么大点的小茶碗儿？叫小茶碗儿，你淹死吗？我认为你说的特别好。哎，人家说不是那个，就这么大点的小茶碗儿。他说这么大点，就这么大点小茶碗儿。来来来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气，我知道没事。对，我知道你。他是他，我刚才想起来。啊，对对，他是因为什么呀？他之前有个小情节、小故事。嗯啊，您忘了啊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您师傅，您师傅于谦老师。啊，于老师怎么样？于老师呢？他是养了一个马场，养了一个马场。他是怎么？就开了一个马场，开了一个马场。嗯，啊，里边养了很多马，养了对吧？他呢也喜欢马。嗯，那天在上那个香港赛马会，看见大白马，呵，好，这我要了，我喜欢，多少钱无所谓，啊，给你，把这个马拿回去。嗯，然后他想找于老师看一看。那于老师这方面专家呀，牵着马耍得呱呱的干呱的，到到那儿之后呢，于老师一看，呵，这马不错呀，我这里边没有啊，你这马我要了，他舍不得，我刚买的，我能给你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最说没事，我没问你谁买，我就问你为什么掉茶碗里淹，别着急，正正编，正正说着呢，没道理，没道理，你说这我等半天了，他是因为什么？你看于老师想要这个，他舍不得给。嗯，要走的时候，突然呢，听见一个动静。什么动静？于老师上，滋滋滋，滋滋滋，这是 BB 机响。什么年代还带 BB 机呢？他以为是 BB 机响。于老师呢，打兜里边掏出个蛐蛐葫芦。哦，葫芦肉是。蛐蛐儿，拧开盖之后，一股风爬出来，暂青碧绿。哦，把蛐蛐精神。
蛐蛐儿，蛋清碧绿。对，我色盲。这我忘了。您说那蛋清碧绿那是蝈蝈。对对对对，这个蝈蝈蝈蝈啊蝈蝈。我就感觉我成同伙了呢。你说对对对。啊，我不光色盲，我也文盲。也文盲。蝈蝈蝈蝈对，蛋清碧绿，嘿呵，帅气。他一看，这好啊，这个。跟于老师，于老师，这我要了。于老师，我想，我想，这我刚买的。哎，这样，您喜欢我那马，我喜欢您这蝈蝈，咱俩换吧。哎，意见一致，成功了。他马上回家，高兴，他要显摆显摆。打电话，三五知己过来，来来来，上茶喝茶，喝茶。把茶沏好了，让你们看新鲜玩意儿。打兜里边掏出这个葫芦，拧开之后，他外行啊。他不知道这葫芦打开之后先过过风，这蝈蝈呢慢慢往外爬，先试用一下。他着急，一抖上扑一下，那蝈蝈窜出来了，怎么那么寸啊？窜出来扑，一头扎在刚沏好的茶碗里边，当时就烫死了。跟马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再给我一句？拿这个大白马换的这个蝈蝈，这蝈蝈掉茶碗里头烫死，就相当于那个大白马烫死了是一样的。好，穿着，哎，穿三年。穿三年，行吧，行不行？穿三，不用你洗啊，不用你洗，我给你洗。好，我再聊会儿啊。我再来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人说话小。我听着都累了，哎，回头我无所谓，死了死了吧。你有钱？对，吃饭去，吃饭，吃饭，吃烤鸭子，我真爱吃烤鸭子。我也爱吃。哎，烤鸭子晚上涮肉，吃一天啊，血糖上了，回家睡觉。不，吃吃喝喝睡睡，不就把这难过的事忘了吗？这儿刚躺下，可坏，怎么了？我就听着我们家的后窗，我这就是烤鸭子，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有蛐蛐叫。哦，我这人喜欢草虫啊，啊，我就奔着后墙根儿，我就挖，挖了半天，我听着外边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没在这儿，在银川呢。银川啊，我银川，我赶紧打。你天天现在都跑银川去了？对，我就赶紧打仗去，奔银川。早起七点半飞机，好不啊？七点半飞机。我就奔银川，到银川那我就嘟一听，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没在银川，在唐山，我就跑唐山去，打仗去。不，唐山，又回唐山，到了唐山，我听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没在唐山，在北戴河呢，跑北戴河去了，蹬一小黄车，我就奔北戴河了。嚯，到了北戴河，我这种挖呀，挖到四脖子汗流，可把这蛐蛐给挖了。这终于见着了，你知道这蛐蛐多大？多大？就这蛐蛐脑袋啊，跟这剧场这么大个，我这么大个，那眼睛啊，就跟这探照灯似的。嚯，那须子跟电线杆。那么长，就那身子14斤火车头那么长。您说说，这都挖到，他有人知道？谁知道？他就知道。他知道。我问问他。我问问你，你说有一个人说他半夜起来听到这个蛐蛐叫，他开始逮蛐蛐啊，最后盯着蛐蛐啊，这蛐蛐脑袋跟剧场这么大个，胡说八道。那眼睛就跟两个探照灯一样，满嘴胡切。须子有两根电线杆子那么长，不可能。身子跟14节火车一样，全是假的。这话就他说的，我说的，你说的也没有。啊、马褂给您了。随便就把我说这头来了，感谢各位吧，大伙儿爱听就再多说一点，哎，把掌声再次送给王小雨啊。这不容易，一个色盲的演员能说出好的相声，就是我现在四队比较保留的人员了啊，比较保留。这个大伙儿接下来再说叫返场，我们这个时间呀，说实话，您现在的票钱已经花完了。不管你是80、100、160还是240，正常演出应该到10点就结束，现在10点1刻，多演了15分钟，就不跟您多收费了。那接下来返场的期间，就看您各位想听什么，会的话我们就来给您表演。唱一个，唱那样呢？太爱听了，好好好，你们都唱什么？甜蜜蜜。甜蜜蜜。快点，你仇人来了。宝贝儿，你再忍一回啊。幼稚。让你唱甜蜜蜜呢。
够幼稚。你在乎这一个呢，对不对？那个岁数比那个大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美丽，我一时想不起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哎呦，我们下班了啊。太平歌词啊，到底，都是我呀、啊！没有你这唱这三段有刚才那个长吗？什么？让他唱一个《青藏高原》？生僻字，怎么唱来的？穷穷竭力，长江一气，等等等等，你等等等，都多少年前的歌了？哎呀，你记性那么不好，那你可记得，你一会儿把这借的衣服去。只要我死了。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，来让主任唱一下。主任，来。啊。昨日里阴天为水旱，出了水的鹅蚌儿晒在了沙滩，那万全空落下了鱼影子，您吃收领往下牵，那阴牵放肉疼难忍，放家扔嘴两世山，我一言唱不尽这要死的。也是个公主，我头回见过太平歌词还有放鹅的，这个真是放鹅，放鹅就是那个咱说的河放嘎了。对，还有吗？冯老师唱一个，哎，冯老师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唱什么呀？报菜名儿，谁好像没人唱报菜名儿啊？这一看就是熟悉我的观众，报菜名儿，比如说红丸子、白丸子、六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木须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硬丸子、鸽肉丸子、豆丸子、川丸子、一品肉、樱桃肉、马牙肉、红焖肉、黄焖肉、坛子肉、锅肉、扣肉、松肉、挂肉、烧肉、烤肉、大肘白肉、酱豆腐肉、红肘子、白肘子、水晶肘子、蜜了肘子、酱豆腐肘子、炖羊肉、烧羊肉、烤羊肉、五香羊肉、爆羊肉、川三样、爆三样、混银丝、烩散蛋、溜白杂碎、三鲜鱼翅、栗子鸡、尖酸活鲤鱼翅、板鸭、筒子鸡。好，再往前背，筒子鸡、板鸭、尖酸活鲤鱼、栗子鸡、三鲜鱼翅、溜白杂碎、烩散蛋、烩银丝、爆三样、川三样、爆羊肉、五香羊肉、煨羊肉、烤羊肉、烧羊肉、炖羊肉、扒肘子、酱豆腐肘子、蜜了肘子、水晶肘子、白肘子、红肘子、酱豆腐肉、白肉、大肉、烤肉、罐肉、松肉、扣肉、糊肉、坛子肉、黄焖肉、红焖肉、马牙肉、樱桃肉、一品肉、酸丸子、豆腐丸子、鸽肉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鱼腐丸子、南煎丸子、炸丸子、溜丸子、白丸子、红丸子，还有三鲜木须汤。好。王相爷还会背一个倒背地理图。出北京德胜门，走清河，坐飞机过清河到北京。哦，没出门啊！飞机掉了个头。还有同学们在观众时间不过，今天耽误人家服务员下班了。忐忑。忐忑。我们仨这档节目就挺忐忑。路过人间。什么人间？路过人间。路过人间，不活跃了。路过人间，待会儿走了，夭折了。这也真不会，我不知道他俩会不会。叫什么？安和桥。啊？安和桥。他说啥？安和桥。安和桥，安和桥不在天津。人家问你呢是吗？拿你当高德了。
确实是安和桥，我不知道在哪儿。安和桥嘛，在安和呀。来一个，安和什么词儿？宋冬野，宋冬野，宋冬野，那叫董小姐。再给我安和桥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这不会的啊！就尽量点完之后我们也不唱。那点他干嘛呀？唐山话版的演员，张凡在后边听那个，他唐山人，他今天唱那个。我一来个王者荣耀版的演员，好不好？好。简单点，打野的方式简单点。说好了后羿来打野，却被谁给练成像抢了线？谁设计出的情节？就是你。后羿打野，这不让人骂死啊？你就记着，有的举报那个就是我，苏哥啊。跟和你演出，这是什么？要不算了，算了我得跟各位解释一下啊，刚才咱说的色盲这个事儿，我们在一块儿经常玩这个游戏叫王者荣耀，这游戏你要注意啊，游戏己方和对方血条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，那怎么解？缺德就缺德，一个红一个绿。你们玩玩这游戏，你这样给人打死之后，在这还在啊。这就是他，他分清那血条颜色，他看都是灰色，啊，最可气那里头还有两个，就是用这个里头的术语叫 buff， 就是加成，啊，一个是蓝的，一个是红的，我们跟他说，王小一，红 buff 那草丛里头蹲一会儿，哪个是红的？这都是我们真实的故事。还有没有了？看来那个看清水河，看清水河，啊，那咱就这样吧。看清水河和这个赵华台，我们一块唱，唱完咱就结束，可以吧？好，好，好，谁来起？桃叶儿尖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。再起为这个明啊公，细听我来言呐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。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下了个女婵娟呐，小妞哎，年长。感谢您的光临，祝您晚安，我们下次再会。